假想之旅第二站，卫星发射中心，绘制星空。成员们通过向黑暗房间内喷洒荧光液来模拟宇宙中的浩瀚星空。为了让荧光液喷洒得更加自然，成员们首先要学习如何发射水火箭，然后将荧光棒中玻璃容器内外的两种不同溶液分开储存，溶液混合之后就能形成荧光的效果。来，我们要自制星空了，是不是？星空制作的步骤，一，准备工作，我们要制作荧光液。你看，荧光棒是由脂类化合物和荧光染料的混合液以及过氧化物构成的，然后将这两种液体混合在一起后，会形成一个化学反应，产生这个荧光的效果。荧光棒里面有两种溶液，在太阳光下你可以明显看到中间有三个，这三个是玻璃管。哦，我们现在先把两种溶液拆开，这样对吧？你稍微这样循环着剪。你小心，你小心。没有玻璃。你先小心，你不要，我把那个溶液倒进去。倒进去。对，然后你就会收获这个溶液，这样拍一拍就会有玻璃管出来了。啊，原来是有玻璃管在里面的。对，然后溶液已经渗到下面去了，你们可以看这个。什么溶液？那个是？这是一种氧化物，在这里。啊、嗯，是不需要的，对吧？需要的。然后用毛巾把这个玻璃管擦一擦。好，用什么毛巾？金号毛巾。啊，那还得了，全都吸光了。擦干净以后，你会用第二个桶把这个玻璃砸碎。为什么要好好的砸碎干嘛？因为你要制造荧光液呀。哦，那也是。这样对吧？但是如果用这样的话，那不是玻璃碎都进去了？这不是有这个漏斗吗？是哦。嗯。你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对吧？没事的，你。哎呀，都洒了。这怎么办啊，哥？我来。咱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有点重复性工作。全都给他剪了吗？好了，加力了。全部就剪在这。加尔那专门负责收集那玻璃的，把玻璃都给他。那也太难受了，现在直接来，直接来，直接来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加尔那边已经攻不上了，快！可以了，我们不整了，足够了，这么多。溶液 A， 溶液 B 制作完成。那我现在把它混合进去了，看一下效果啊。哎，等会儿，能不能尊重一下导游啊？太自作主张了。能不能尊重一下导游啊？可以。那现在我们应该干嘛？放下。真的是放下。来，陈哥，我来是吧？该混到一块儿了。哦。原来还是同样的事儿，就不让你干。明白了，我来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哦，变色了。哦，变蓝了。两种有机物混合之后就发出了荧光。哇，化学效应。对，是种化学效应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干嘛？你们把荧光液放进这个火箭里，在那个星空房里发射，就会制造星空了。啊，我们先接水。啊，接水，好。加尔，你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贴纸了吗？够了，这么多。可以了。然后你就踩住这个，开始打气。打到了，哥。哎呀，不要动，你让我来。然后你先不要动它。然后就这样。发现这里有一个。我知道，我发现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启动，对吧？发射。来，哥，来发射一下。你们在这儿看着呢。来发射一下。
我们的心与你同在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远高吗？我都没看见他去哪儿了。去那儿去了，水瓶子在那儿呢。哎，好像没有我想象那么爆。哎，对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因为它水没有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来呀，这效果我看出来，都不用躲了，来吧。我来发射一个试试。哇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来了啊！二三四，哇哦，他有点控制不了自己，啊，他飞到中途就放弃了，就半途而废了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干嘛？导游，我们听你的，现在应该干嘛？该干嘛？换衣服吧。在哪儿换？在这换。在外面换。金号毛巾。走，换衣服，换衣服。哎，这上面有一个 Dr. High， 这衣服会很热吧？好玩，这我右脚已经过去了。不用吧。Hello， Lucy， Lucy。Lucy Lucy， 哇，这个太可爱了。快走吧，进去吧，太热了。